育宝宝外出必备的推车，爸妈们都梦想有一台双向自动秒收折的手推车。全球唯一单手双向秒收婴儿推车，卡普奇风行者 C1 双向自动收合手推车，单肩按压推车自动收折，独自育儿的妈咪超必备的贴心设计。收合时自身脚会自动伸出，防止车身倾倒。通勤车最小的收合体积，放在家中车上也不占空间。折叠后可登机，是喜欢出国旅游爸妈的一大福音。三段机械式椅背，单手就能轻松调整100度的坐姿模式，前进时可以保护宝贝的脊椎。135度的半躺模式变成宝贝玩累时的休息模式。170度的平躺模式，微幅度的倾斜降低宝宝呛奶的发生率。爸妈最怕推车太低前进不便，也怕宝宝辛苦过多废气。0.55公分的高景观设计，让宝宝不惜废气也能安心探索世界。夏天不仅透气度高，冬天放上椅垫超保暖。最实用的两用椅垫，给宝宝最舒适的乘坐感受。5.4的安全带加强防护。韩国的防滑轮胎搭配它的强效避震，在确实路上也能保持高效稳定。妈妈轻松推车前进，宝宝也能安心睡。大小可调节的超大顶棚，保护宝宝的脂肪肌肤。头顶的景观窗，方便爸妈观察宝宝的一举一动。搭配有超大的置物空间，谁说爸妈带娃出门就不能带有自己的东西？妈妈的物品、宝宝的物品，通通放得进去。踏板的可调式设计，平躺时可立起，坐立时可放下，让宝宝乘坐时怎么坐都舒适。独自育儿妈咪的福音，赶紧入手试试卡普奇梦行者 C1 双向自动收合手推车。